面系咩人？一柱行祸几十年，红头抢人，走如癫。海棠亭下重阳子，连叶舟中太月斜。无物可离虚壳外，有人能悟未生前。出门一笑无拘外，云在西湖，月在天。唔通系全真七字？但系呢七人嘅声音，除咗马蓉，其他人把声都同喺蒙古大漠时听到嘅截然不同。梅超风，我哋又见面啦！马道长，果然系你，全真七字亦都到齐啦嘛？仲会有假？呢度系咪曲三酒馆？冇错。你哋嚟做咩？等紧你嘅师傅黄药师。等我师傅？你哋到底想做乜嘢？欺我师妹，杀咗恶正，又害死周伯通师叔。呢种奸邪之人，我哋全真派点可以放过佢？妖妇，快啲叫你师傅出嚟，等佢见识下全真七支嘅本领。你又系边个？丘处机，冇听过吗？好，我就为师傅先收拾你。弊啦，丘道长有危险。将掌力相加，点解会有咁大嘅力度嘅？睇嚟佢哋嘅师傅黄真人留咗唔少看家本领。系咪洪七公段王爷在此？你太睇得起我哋全真七子啦！呢度冇咩洪七公段王爷，你即管嚟啦。好。咁我今日就唔客气。又点啊？哎呀，你肚饿啊？哼，又想喺我哋面前耍咩花样？我耍乜嘢花样啊？都跑咗好几日啦，又冇乜好好咁食一餐，一条真系肚饿嘅。咁啊，我哋喺附近搵啲嘢食，跟住再跑。喂，离牛家村嘅曲三酒馆不足几里路。等分出胜负再食啦！哎呀，我肚都饿到叽里咕噜啦，一步都跑唔喐啦，咁就嚟饿死啦！你饿到死，同我哋有咩关系？点会同你哋冇关系啊？点会唔关你哋事啊？我饿死就冇办法跑啦，系咪啊？我冇办法跑就冇办法比赛，冇办法比赛就冇办法分胜负。你哋想知嘅答案就唔会知啦，系咪啊？哼！咁所以呢，我哋就喺附近揾间牛肉面啊，真系食过黑衣鸡。哎呀，食完之后肯定会跑得更加快嘅。你点解会同老黑衣一样，净系识食啊？哎呀，我留咗老黑衣喺宫入边，佢而家冇晒武功，俾人发现咁就斩啦。玉儿如果知道我抌低老黑衣，佢肯定闹死我嘅。哎呀，啊唔俾啦唔俾啦！我有要事做。诶，终点未到，点解唔俾啊？你唔可以话走就走。咪话咗我有事咯，迟早搞出人命噶。喂，国靖喺边？我告辞先啦，你哋慢慢揾啦。梅超风，我哋有七个人，而你只系一个。再讲，你双眼完全睇唔到，就算全真七子再冇本领，都唔会对你用兵器。出招啊！哼。你哋唔用兵器就敌得过我银鞭咩？废话少讲，妖妇出手。保阵。
就是全真派的天光北斗阵。小个阿爹跟我讲过，天上的星宿就是北斗七星之形，他们是利用北斗七星的方位来布阵的。看来天光北斗阵和北斗大法果然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为什么全真七子一起合力迎敌的时候只用一掌就有这么大的威力的？我明白了，就好像我帮着牛哥疗伤一样的道理，他们七个人的力量合而为一，耐力相连，遇到敌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人不出招，而是旁边的人侧击反攻，这样一来他们七个人联手就会威力大增，就好像一个人身兼多人的功夫自然威不可挡。旋为山，至爱向内旋为聚，渐如虚空，与与共振。哎，正哥哥，你做咩啊？我忽然谂起《九阴真经》入边嘅一啲经文，之前我一直都唔明白，不过今日睇完全真七子嘅布阵，佢哋一招一式就好似教紧我《九阴真经》入边嘅一啲要诀。真嘅？我一直觉得《九阴真经》高深奥妙，我天资平庸，总系参透唔到。不过，今日我才发现，原来道家武学中的生克变化，还有经文中记载的一些奥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正哥哥，你成日说自己不够聪明，这么难的经文你今天不是都参透出来吗？你哋全真七子合力欺负我徒儿，好威风！师父，你嚟得正好，我哋有几件事正想揾你问个明白。同呢个老贼有咩说话好讲？开招！我受伤啊！不分上下，不分上下。王重阳，你呢一班徒弟真系一群废物。你全真派就嚟后继无人啦！老杜物都嚟咗，
留咗呢一手。全真七子嘅天罡北斗阵果然了得，黄老邪都好有本事。佢哋斗得越激烈，就越会两败俱伤。下次华山论剑，我就少两个劲敌啦。容儿，点样啊？俾我睇下。邪用最上乘的武功，今次定必消耗真气。一阵解决了全真七子，再对付他就不是难事。若卿，我来帮你。哪个要你帮？我帮他们。老同文，你好狠毒。若卿，我帮你破了天罡北斗阵，又除去桃花岛的叛徒，剩下六个，你自己来对付了，后会有期。欧阳锋，师弟，师兄，师兄，师兄，黄老邪，我全真派同你有何仇怨？点解三番四次同我哋过唔去？自己冇本事，就唔好怪他人唔讲你。师兄，天罡北斗阵已破，再打落去只会白白送死。黄老邪，从今以后，我全真派与你不共戴天，你的仇我哋一定会报。容儿，外面点样啊？个欧阳锋太可恶啦，临走之前仲要出言挑拨，将个恶道士嘅死都赖喺我爹身上。而家好啦，全真派嘅上上下下都恨死阿爹啦。咁点算啊？快啲叫你阿爹向佢哋解释啦。我爹边会肯解释噶？超风，超风，师父，弟子，弟子睇你唔得啦，可以喺死前当住欧阳锋嘅偷袭，系弟子嘅福分。
府。弟子同元丰师兄一齐偷走九阴真经，背叛师门。从离开桃花岛的那日起，我就不奢望师傅你原谅我。今日奉师傅之命，到此寻找曲凌风下落，遇上仇家对你设下圈套，有机会可以陪伴师傅共同余的。弟子死而无憾。超风，你想做咩？你咁又何苦呢？当日你归云中，吩咐弟子做三件事。头两件弟子嚟唔切做啦，只有最后一件事。超风，师父原谅你。师父，你系讲真嘅？我应承你，从今以后俾你重回桃花岛。弟子背叛师门，师父仲愿意重新收我为徒，多谢师父。超风，我一定会找到欧阳锋为你报仇。回师姐武功高强，在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真的估不到最后会这样惨死。容易，德夫，啊，有路啦！啊，念慈，已经好几日啦，你仲系咁一直瞓，我唯有喺牛家村接你嚟呢度，你听唔听到我嘅说话？快啲醒翻啦，都入边嘅孩儿都等紧你醒嘅，念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孩儿，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父亲，我会一直陪住你和孩儿。康爷，是我。爹，木姑娘她怎样？
康儿，你同阿爹一样，都系用情至深。不过目前燕云十六州已经被蒙古人攻破，男子汉大丈夫，除咗儿女情长，仲有更重要嘅事要去办。爹，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如今战事逼近，我哋有嘅机会唔多啦。但系金公都去咗两次啦，都系揾唔到武无遗书，点算？既然已经知道本武无遗书确实系喺禁宫，就算要将禁宫反转，都一定要找到。只要你我父子齐心协力，武无遗书志在必得，个天下迟早是你我父子二人嘅。嗯，求帮主，要你久等了。陆王爷，好久没见。啊，求帮主，本王拜托你的事办好没？陆王爷，全部都办妥了。啊，我求千人随便讲一句，整个武林就乱成一团，而且全真派和黄药师大打出手，死伤一片。这两个是武林当中地位最显赫的门派，他们只要结下仇怨，整个武林必定乱成一团。好，好啊，越乱越好。求帮主，请上座。实不相瞒，我哋屡次行动都会受到中原武林人士阻挠。江湖只要更乱，我哋嘅事就易办。诶，佢哋系一班蠢材，不识时务，不识时务。求帮主，请你放心。只要我哋大金能够吞并天下，咁铁掌帮就可以一统江湖。谢六王爷。啊，求帮主，本王其实仲有一事想请你出马。好，六王爷请讲。蒙古派出使臣出使宋廷，正欲不归。如果我哋半路上截杀佢哋，系咁蒙宋江结下嘅联盟就会荡然无存。陆王爷放心，包喺我身上，咁就有劳求帮主啦。系咩人？小王爷，小王爷，穆姑娘醒咗。咩话？小王爷，念慈，念慈，你醒啦！今日刚下完针，夫人就醒翻啦。有道长果然厉害，去去请银娘，好好为刘大夫。系，咁啊，多谢啦，老夫告辞。念慈，嗰日你系咪一直跟住我？你睇到晒啦，系咪？你相信我，我唔系有心杀国靖噶。你点讲？我同佢系结拜兄弟，我唔想佢有事。王姑娘已经将国世帝带咗出禁宫啦，应该会想办法为佢疗伤。佢仲未死？太好啦，咁我就放心啦。念慈，你唔知啫。袁日红莲一直不相信我，要我用刀杀死郭靖，那种情况之下，我怎可以不落手啊？如果我不做下样，袁日红莲就永远都不会相信我，我就永远得不到武无遗书。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的。刚才我听大夫说，我肚里面已经怀有我们的孩儿，你知不知道？真的估不到这么快就有属于我们的孩儿。念慈，你为什么这么傻？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是啊，当我跳入湖的那一瞬间，
我的脑入面都是同你一起的时光，我当时就后悔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可以比我们两个一起更重要呢？是啊，念慈，以后我不准你再抌低我。哎，母玉，我真是傻，差点就令你失去孩儿。人家都说嫁鸡随鸡，从今日起你做的任何事我都会支持你，陪伴你，就算你仍然想做今日的小王爷，我觉得都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念慈，你真的这样想？你怎会理解一个做娘亲的心意呢？我自己可以过苦日子，但我不想我的孩儿跟我一起过苦日子。念慈，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要我在鬼门关走一趟，最后又回到你的身边。既然我侥幸生存下来，过去的就等它过去，重新开始。好好，念慈，相信我，我们会幸福的。康儿，阿爹听说这位木姑娘已经醒了。是啊，大夫医术高明，她终于醒了。不过木姑娘为什么好地地会跌落水呢？哦，她说在河边遇到一匹烈马跑过来，她为了闪避，一个不小心失足跌落水。哦，没事就好了。啊，是啊，爹，欧阳先生她还没回来。咁佢唔翻嚟，我哋岂不是冇办法部署下一步行动？你讲得冇错，边个叫佢系绝顶武林高手？冇佢相助，我哋的确系寸步难行。而家明明知道冇木遗书近在咫尺，但系就冇办法攞到手。只可惜我武功低微，唔可以为阿爹分忧。呢、这个欧阳锋有一脉单传嘅门规，传咗俾欧阳克，就唔会再传俾其他人。我如果可以拜他为师，学翻一招半式，咁你话几好呢？哼，咁又未必。既然他有他的规矩，我哋就按照他的规矩去办。爹，你的意思是阻碍我哋嘅唔系佢嘅规矩，系嗰个跛嘅。只要欧阳锋唔喺度，杀咗嗰个跛嘅，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我而家就去谷三酒馆。唔通系师祖翻过嚟呢度？咁郭少侠会唔会有危险噶？边个？系你？系我啊，姚家，你识佢？我喺宝应见过佢，佢系一个只系一场误会。救民程小姐大命，
我只不过是想一睹芳容。正大小姐，我已经几日没吃饭，可否上口饭啊？你哋两位就当系做下好心啊。姚家，咁好啦，我去攞。多谢，多谢。再帮我添多一碗啊！多谢。姚家，我嚟啊！你想做咩？你哋两个洞房要我望住，哎呀，真系残忍！我都想做新郎。欧阳克，我刚才见你就嚟饿死，先俾碗饭你食，你点可以恩将仇报噶？一碗饭就想换一条命，世上边有咁好嘅事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贼，总之刚才就不救你。你救我，其实都是救你自己。你看他的样子，笨手笨脚的，怎会令你快活啊？混账，解开我穴道。欧阳克这个大坏蛋怎会在这里？他这个淫贼，色心不改。早知当日在明霞岛上，就应该等他被大石头乌生生压死。放了你？将你身上的衫除下来，只要还剩下一丝半缕，我就送他归天，要你做个风流小寡妇。还站着做什么？除衫有什么大不了？哼，难道你自出娘胎的时候就穿着衫了吗？欧阳克，不想除是吧？好啊，我帮你来。畜生！西瓜西瓜越有越后肉香子在里面。啊，正衰震一震，吃到嘴里甜又腻。啊，妹妹啊，我啲西瓜食晒啦！西瓜姐姐，我嘅西瓜食晒啦，你仲冇啊？西瓜姐姐，西瓜姐姐，我啲西瓜食晒啦，你仲冇啊？欧阳克而家喺出边。他会不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傻姑，快点出去，快点走啊！西瓜姐姐，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啊！傻姑，来来来，傻姑不用怕，怎么办？你找谁啊？西瓜姐姐在里面，你埋成西瓜，吃完再出来啊。西瓜姐姐？西瓜姐姐，你听我说的，傻姑是好姑娘，傻姑不可以说。傻姑当然是好姑娘啦。哎，傻姑，我帮你保守秘密好不好啊？咁你一定要帮我保守呢个秘密噶。好，唔系西瓜姐姐出嚟会打我噶。傻姑你放心啊，只要你将呢度密室嘅门打开，我一定帮你保守呢个秘密。点算？如果你唔信嘅话，我哋勾手指好冇？好啊，拉勾手变一百年都不变。对了，欧阳克要入嚟了，做好准备。
好开门啦！朝思暮想嘅容妹妹，哎呀，原来你就系西瓜姐姐。欧阳铿，你想做乜嘢？哼，仲未死啊？你死唔死同我一啲关系都冇，只要我嘅容妹妹仲好地地咁就得啦。欧阳铿，我劝你都系快啲出去，唔系嘅话，你唔好怪我唔客气。你睇下你呢个样，连自己条命都保唔住，仲请乜嘢英雄啊？容儿啊，唉，呢度实在太焗啦，你都系跟我出嚟啊！当日我哋喺宝应无缘，应该要好好补翻先得。